越过了山坡，顶着太阳的我，喜欢汗水划过脸颊那一刻，你路我很多，逞强说会赢我，不得不说你再次遇错的手，看愿意朵朵拼凑成我们想要的模样，你会笑着对我说，有着就像我，你一边弹琴我一边唱歌，树上的鸟儿也在跟我们和，小小的人呐、啊、在大大的银河，用光速连接我们的快乐，这微笑的泪水是幸福的，你每一次调侃我都记得，当我撅着嘴你躲到我一侧，今天是开学的第一天，距离高考280天，今天也是个神奇的开始。我撕了昨晚的裤子和衣服，我以为他一定恨死我了，但他竟然帮我求了情，虽然他说并不是帮我，但我还是要谢谢他，谢谢他的无懈可击，谢谢他做我的人生之光。安全呢？公子，现在安全了。多谢姑娘相救，在下无以为报。那就以身相许吧。啊！你今天看见我追小偷，我还撕了你的裤子，你是不是觉得我很粗鲁、不温柔、不聪明，还很笨，和你差距很大呀、啊？在下知道姑娘是位好人，那我帮你疗伤。啊！哎，10块钱。糟糕，我身上。
阿婆，一起结吧。不用了，我不着急。可我看你的样子，好像很急啊。谢谢。我怎么可以让左岸看到我这个样子啊？今天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为什么左岸总出现在他不可能出现在的地方？我早上明明看到他早就进学校了，为什么那个时候还会出现在校门口呢？刚才在超市也是，这世界到底怎么爸，您回来了。小安，哎，我正有事找你呢，走。小安，学校里的事儿为什么不告诉我呀？没什么重要的事啊。你被学校保送到南都医科大学，这可是全国最好的医学院呀，这么大的事儿还不重要啊？我以为您跟我说的是早上的事儿呢。哦，你说的是老顾的女儿吧？算了，这个老顾啊是个死脑筋，他女儿跟他一样，也有点问题。顾小满没有问题，他很好。你说什么？没什么。爸，时间也不早了，您早点休息，我先上去了。好，你先睡吧。嗯。哎，等等。小安，这些年呢，我工作实在是太忙了，所以对你的学习关心不够。我也知道，你也不需要我过多的操心。本来你妈想让你去美国读书，可我更希望你能留在国内。况且，现在南都医科大学各项教学设施都非常完善，教学水准也很高。我、你妈，还有孙叔叔，可都是这所学校毕业的。我知道。但是，但是什么？没什么。您早休息。好，睡觉去。嗯。必须这么做，要做一名医生，还要当一名最好的医生，这是你的宿命。左
哥们儿，来吧，你就别动。走走。对，往这儿转。转！都说我花痴，什么呀？他说你花痴，我打游戏怎么就花痴了？你有事吗？我没事。到底该怎么还这个钱吧？哎，你干嘛？你这个小揪揪比你之前短头发好玩多了。你别动我！哎，小马，我其实是想来问你，昨天我问你的问题，你还没回答我。什么问题？书呆子呀！我说了，不准叫左岸书呆子。斯文，他读书都读到走火入魔了，凭什么不叫他书呆子呀？我说书呆子他有什么好的呀？你要把他写进日记，这不关你的事。我承认，书呆子是学习好。那他除了这点还有什么呀？既然你这么想知道，那我就成全你。你问左岸哪儿好？他学习好，人品好，长得也好。虽然他不爱笑，但是他一笑，你就会知道那些小说里的书生公子到底是什么样。他还多才多艺，善良正直，助人为乐。小满，你已经花痴到胡说八道。如果目中无人的左爱也能被你说成助人为乐的话，那我展越就是正气凛然的热血少年，盐城中学的一代楷模。你瞅瞅你，你这脸皮都已经刷新到新厚度了。左岸没有你这么能说，但是昨天他在老师面前帮我求情，这是事实吧？他昨天哪是帮你啊，他是为了掩饰他对内裤款式的独特品味。你就以这一点判断左岸是助人为乐啊？无知。那是有些事儿你不知道。总之左岸哪里都好，所有全部。我那我呢？你什么呀？我怎么样啊？咱们也是从小到大的好朋友，我的优点不可能比左岸少吧？没事，你夸吧，本王子什么赞美都承受得住。说吧。展越。我真说不，是你真的，你真的有病。我有病？我怎么有病了？休息一下吧。大爷，哎，你去哪儿啊？球，花痴。又来，接个球也花痴啊！左岸，书呆子，怎么样？看书看累了吧？陪我打一场篮球比赛怎么样啊？展越，你干嘛呀？你不是说左岸什么都好吗？我今天让你见识见识什么叫不堪一击。怎么着，痛快点啊？无聊。你要
那你就认输了。大家瞧一瞧，看一看啊！我刚才跟左岸下战书打篮球，他不敢应战。闪月，哎，小满正好今天帮我做一个证。如果左岸亲口对我说认输两个字的话，我就当自己不战而赢了。展月，你神经病啊！大家都知道你篮球打得好，左岸体育又不擅长，和你比赛不是拿鸡蛋碰石头吗？你是故意让人家出丑吧？对啊。左岸，你别误会，我不是说你是鸡蛋，我是说你和他不一样，他是四肢发达，头脑简单。那左岸就是头脑发达，四肢简单呗。哎，是人呢就有强项和弱项，他的强项呢就是读书，我们比不过，最后不也得考试吗？凭什么到我的强项的时候他就不应战了呢？这公平吗？这不公平啊，对不对呀？对呀。啊，打游戏不一定要装备无敌，这是一种精神，他不敢应战，他就是懦夫。展月，展月，你吃错药了，就不要在这里胡说八道了。你才是吃错药了吧？啊，你的名字就是吃药。吃药了，我从小到大最讨厌别人这么叫我，你再叫一遍我就怎样啊。吃药了，你行，展月，你不要脸，我现在就去找赵老师，你给我起外号，还欺负左岸跟你打篮球。你怎么管那么宽呢你？啊，打篮球就算欺负他呀？展月，你强人所难就是叫欺负人。他不敢就是不敢，要当缩头乌龟他就当喽，大不了认输喽。你说谁是缩头乌龟？不敢比赛就是乌龟，激将法，可惜对我没有用。你这么做无非就是想弥补你那点自尊心吧。你废话怎么那么多呀，有的没的，敢不敢打比赛一句话。展月，有理不在身高，我看你才是无聊到爆炸，只会说废话吧。吃药了，你别打岔啊。小马，你看见了，时间已经到了，我赢了，他不敢应战，希望大家帮我宣传一下啊。名字叫做展月左岸，打篮球比赛，展月兵不血刃，左岸落花流水。好，你怎么脸皮那么厚呢你？不过书呆子你也没吃亏，除了书呆子这个名号之外呢，你还多了一个缩头乌龟。谁输谁赢打了才知道。左岸，球场见。哎呀，死到临头还敢耍帅。走，咱们也看看。什么事？你真的不用理展月，他就是故意激怒你，满足下他小小的虚荣心而已，他并没有恶意，只是开个玩笑。我知道，啊，你这么聪明，肯定看透了他的心思。你要是不想参加比赛，我就去告诉展月，这件事儿就到此为止吧。你是不是觉得我一定会输给展月？啊，没有。你在这儿等我，就是劝我当逃兵的。我不是，哎，我是来还钱的。谢谢你昨天晚上帮我付钱，我今天一直没有找到机会还你。不好意思啊，是我误会你了。没事了。不过我刚刚说的是真的，你要是不想打篮球，我就去告诉展月。我知道，在你心目当中我一定赢不过展月，对吧？不是的，不是的，这种因为斗气的比赛根本没有必要，输赢也更没有意义啊。我从小到大参加过各种比赛，那是因为我喜欢散打，我要争取荣誉。那如果我说有意义呢？那我问你，你希望我和展月谁赢啊？没关系，你说实话我可以接受的。我从小到大他都是体育健将，你，我除了知道你会游泳以外，我是说希望。我
希望，我希望你们不要比赛。我明白了。哎，你明白什么了？我不明白啊。观众朋友们都来差不多了，要不咱们先互动一下吧。觉得祖安会赢的站那边，觉得我们展越会赢的站这边，好不好？好。你们又想搞什么呀？祖安已经答应比赛了，你们现在还要搞舆论压力吗？打场篮球就叫压力呀。对啊，有考数学物理压力大吗？有高考压力大吗？你们两个帮凶。猴子胖子，你们回来，他们两个既然要比赛，就得让他们公平比。听见了吗？小满都了解我，我今天呢，光明正大的打败你。趁我不被偷袭，你犯规。犯规的人一直都是你。好啊，倒打一耙是吧？我今天打爆了。服不服？再来。怎么样？服不服？要不是你一直在犯规，我怎么会输？胡说八道什么呢？这次我一定要赢你。好啊，再来。左岸，都别过来。展越，你是打球还是打人啊？还打吗？我说过，我今天要打爆你，我要让小满知道，你除了学习以外，什么都赢不了我。随随便便一场篮球比赛，就可以虐哭你。哎呀，打架呀，我好怕呀。你这种书呆子，怕是连打架都是什么都不知道吧？还有啊，以后别再卖弄你完美的学霸人设。离顾小满远一点，他跟你不是一路。哎呀，还要打我？我都没打你，你要打我？哎！赵老师，篮球场出事了。不让他放啊！左岸，这样吧，大家其实都是来劝架的。我数一二三，我们大家一起松手。你们都反了！啊，老师来了！顾小满，看看你们一个个像什么样子，翅膀都长硬了，无组织，无纪律。打群架是吧？这要是让外面知道了，人家会以为我们学校培养的不是学生，是流氓。老师，我们没有打群架，我们都是去劝架的。顾小满，你还敢说话？你忘了前几天我是怎么答应给你最后一次机会的吗？赵老师，今天真不是顾小满。不是顾小满，那我怎么就看见他在动手啊？咱们这个班的坏风气就是被他这个打架大王给带坏的。赵老师，今天跟顾小满没关系，他没打架。顾小满是来劝架的，其他同学也是。左岸，没让你说话的时候不要说话。凭什么不让他说话呀？他又不是哑巴。左岸，你说谁先动手？展越啊，你现在什么态度啊？左岸，你告诉我，是不是他先动的手？
好了，我算知道了，今天的事情你们一个都跑不了。展越带头打架，记大过。凭什么呀？什么叫我带头啊？左岸，你说话呀！明明是左岸先动的手，怎么把处罚算在我头上呀？左岸老师，我不服。展越，你还不端正你的态度是吧？行，老师管不了你，我看你爸爸能不能管得住你。警察来了我也不怕。太不像话了，展越，你给我站一边去。是我先动手的。左岸，荣家，怎么回事？是我先动手的，对不起。就是嘛，是左岸先打展越的，我们是劝架的，我们都是无辜的。就是，你别乱说话。左岸自己都认了，你还想把大家都拉进去吗？好了，左岸，记大过，展越，全校通报批评。王主任，左岸不能记过，左岸已经被保送了。记过的话，那保送名额是给品学兼优的学生。你看看他这样子像吗？我就是要让你们明白，无论多么优秀，做错了事情，都要付出代价。你们自己想想，过了今年，你们就18岁了，成年了，做任何事情，都要对自己负责，对自己的人生负责。剩下的学生，全部去操场跑十圈。不管你们是打架劝架，既然精力旺盛，就好好发泄发泄。主任，那顾小满？你还提顾小满？老师，这件事真的和顾小满没有关系。左岸，你还没明白事情的严重性吗？这件事情我有必要通知你父亲，先管好你自己吧。干嘛？你怎么了？没事吧？哎，没事吧？走回来。顾小满，顾小满，顾小满，顾小满。是你？嗯，是我。我把你背到了医务室。小鱼说你需要休息，还有，小鱼说让你把这碗红糖水喝了。啊！所以，是你把我背。既然你已经醒了，那我就先走了。记得喝水。等一下。怎么了？谢谢你送我来医务室。没什么，你这个样子都是被我拖累的。你没错，都怪那个展越，
强迫你比赛，还跟你打架。我看得很清楚，你没有打到展越，是他先打的你，你替他背了黑锅，大家都误会你了。但是我知道，顾小满，我告诉你，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帮展越，我是对自己失望，打篮球打输了就想动手打人，错在我。你别这么想，展越他明摆着就是在欺负你，大家都是有自尊心的，况且最后你也收手了呀。在我们武侠的世界里，只有人人敬仰的大侠才能够在盛怒之下控制住自己的行为，就凭这一点你已经超越我们所有人了。所以我是一统江湖的武林盟主。那如果你愿意的话。对嘛，其实输赢没有那么重要。你好好休息吧，别想东想西了。还有，你不了解我，不要在同学面前帮我做什么，我不需要。小满爸爸，真的不好意思。我不知道小满身体不舒服，知道的话也不会让他跟同学一起去跑步的。都怪我工作不够细心，这两天让小满好好在家休息，回头我把课给他补上。赵老师，没事儿，我都没事儿了，不用请假。赵老师，我知道小满一直在给您添麻烦，可这次您好多同学都说小满是去劝架的呀。这怎么还是是是，真的对不住啊，爸，我都说了我没事了。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知不知道？从接了你电话到现在，我都不相信你会主动和别人打架。哦，老顾，院长，你也来接孩子？是。祖安爸爸，你现在的心情呢？我特别能理解。祖安出了问题，我们大家都很担心他。啊，时间不早了。孩子们都还没有吃饭呢，都先回去吧。左院长，其实今天的事情您不要怪左岸了，都是展越，不对，是我，都怪我。顾小满，你说什么呢？左岸，你太没礼貌了，打断别人说话。小满，不好意思。我没事儿。小满，你想说什么？今天展越其实是因为我才跟左岸斗气打篮球比赛的，他应该是受刺激了。你越说我越糊涂了，因为你斗气，受什么刺激啊？因为我……顾小满，这件事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你不要自以为是，越描越黑。左岸，我在帮你啊。我不需要，我没有很熟吧。左岸，你今天是怎么了？说话毫无分寸。你顾叔叔还在这儿呢，给小满道歉。爸，我们回家吧。先道歉。没这个必要。儿子你，老顾，这孩子今天他可能是累了，不好意思。没事，院长。我们家小满今天也累了，我们先走了。啊，祖安爸爸，祖安最近情绪很不稳定，我希望家长也多关注一下他。现在说吧，今天到底为什么打架？就是篮球打输了，一时没控制住。你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上篮球了？我不喜欢打篮球，但我真正喜欢什么，你也不知道。说话呀！
我就是不想输。算了，这件事情就到此为止吧。保送资格没有了也没关系，调整一下，就准备去美国读书吧。顾小满呀，顾小满，你以为你是谁呀？左岸不过就是和你多说了几句话，多笑了几下，你就以为你跟人家很熟了？不知天高地厚。你看看你这几天给人家惹了多少麻烦，你能做成什么呀？在镜头中不小心风吹皱了眉头，我们一起踮脚撑起手，静静着躲进太阳雨里不走，像吹落的蒲公英漂浮着在风雨中掉了，像一个从天空来的旅客落下了就安家了。太阳雨在下着，放心好了，落泪后就晴了，担心什么害怕什么，别怀疑太多虑了，反而更不快乐，遇到什么不如就接受，把昨天的曲折把不完的忐忑全都收好了，让笑容盛开着，太阳雨是短暂的，太阳雨在下着，放心好了，落泪后就晴了，担心什么害怕什么。